进入21世纪，信息化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升和创新。秦皇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顺应时代潮流，以现代信息技术引领工作创新，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的应用和普及，谱写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的崭新篇章。信息化建设助力社会发展。秦皇岛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接辽宁，西进京津，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全力推进宜居宜业宜游富庶文明和谐滨海名城建设的征程中，秦皇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始终把关注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快工作体系的管理创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基本实现了4个全覆盖，即对各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业务的全覆盖，对管理服务人群的全覆盖，对信息系统功能的全覆盖，对管理服务机构网络应用的全覆盖。近年来，秦皇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全局之力，狠抓落实，全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步伐，抓组织建设，成立了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做到机构、职能、编制、人员4到位。抓制度建设，制定出台了信息化工作管理办法、局门户网站管理办法、社会保障卡发放管理办法、12333电话咨询服务工作制度以及信息系统城域网管理制度等10几个规章制度。抓硬件建设，重新规划了信息化办公场地，更新了小型机、存储、网络安全设备等，完成了供电、空调、消防系统的改造，完善了数据中心的硬件环境。抓网络建设，建立健全了纵向覆盖市、县区、乡镇街道、社区，横向连接地税、公安、银行的业务经办城域网络。抓软件建设，建立了参保单位网上申报平台，开发了就业实名制管理系统，完成了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完成了就业失业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试点工作。信息化工作的扎实开展，使得秦皇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服务体系和业务经办呈现了10大变化，即服务网络下沿使群众办事更加便捷，网上申报审批使办事程序更加便捷，银税联网使参保缴费结算更加快捷，户籍信息比对使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更加准确，业务联动使失业就业状况界定更加精确，系统复合功能使业务经办更加严密，业务操作留痕使内控管理更加精细，自动对账功能使基金监控更加严格，信息系统功能全覆盖使业务经办更加规范，启动人力资源超市和岗位超市使岗位对接更加简单。信息化建设工作迈出坚实步伐，为社会保障卡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条件。一卡通建设惠泽国计民生。社会保障卡是指由国家统一规划，面向社会公众发行，主要应用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集成电路卡，是持卡人享有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权益的电子凭证。社会保障一卡通是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性工程，是人民群众享有社会保障权益和公共就业服务权益的重要标志，是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服务民生的重要举措和有效载体。目前，社会保障卡具有以下基本功能：信息查询功能，持卡人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卡在自助终端上查询个人的各项社会保障信息，也可以登录网站查询相关信息。社保缴费功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及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使用社会保障卡以银行代扣方式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待遇领取功能，实现持卡人通过社会保障卡领取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定期待遇、医疗报销费用以及面向个人的各类就业扶持政策补贴等。医疗就诊功能，社会保障卡具备原医保卡的所有功能，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指定的医院、药店进行联网结算，还将逐步实现全省全国通用。身份凭证功能，社会保障卡是办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各项业务、享受各项服务的身份凭证。金融功能，具有存取现金、转账汇款、刷卡消费等一般银行借记卡可以实现的金融功能。除前述功能之外，通过信息系统建设，还将逐步实现持社会保障卡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参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业务。为实现一卡多用、一卡通用，让信息化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在社会保障一卡通建设过程中，秦皇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严格遵循省厅两统一、两自主的建设原则，全力推进。2011年年初成立了社会保障卡发放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农业银行秦皇岛分行、工商银行秦皇岛分行、交通银行秦皇岛分行为秦皇岛市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确定秦皇岛东软软件有限公司、秦皇岛东益科技有限公司为社会保障卡发卡服务商。我们把宣传工作摆在首位，使广大参保人员充分认识了社会保障卡的作用及社会意义。在采集信息之前，对各参保单位劳资人员、乡村街道社区、学校工作人员开展了50多个批次的政策及业务培训。在采集过程中，进村助阵，做好技术指导、卡表收集工作，确保了信息采集的质量和进度。在数据处理环节，充分发挥两个发卡服务商的技术优势，研发了专门的数据录入系统，采用电子档案、多盲录入等手段，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更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全市200万人的信息采集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提前3年实现了参保人员全覆盖的目标。为了更好地为参保人提供服务，秦皇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设立了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占地近200平米，各合作银行派驻专人，可为全市持卡人提供社会保障卡申领、挂失、制作等服务。同时，我们还通过12333热线对外提供社会保障卡业务咨询和办理服务，方便民众服务社会。目前，秦皇岛市社会保障卡已完成了在医疗保险业务中医疗就诊功能的应用，在全市范围内实现了联网及时结算，完成了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中的应用。通过社会保障卡进行社保缴费和待遇发放，下一步，秦皇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将全面整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各类数据，推进业务协同，
逐步实现社会保障法在企业养老和机关养老、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以及公共就业、劳动关系、人事人才、职称管理等业务领域中的全面应用，使社会保障卡作为各项业务办理的唯一凭证，真正为参保劳动者记录一生、保证一生、管理一生、服务一生、伴随一生。站在历史的高度，铺开未来的蓝图，秦皇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以社会保障卡的推广应用为主线，以信息化引领和创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倾心打造便民利民的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功能完备的网络中心，省内领先的数据中心，快捷便民的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全力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实现人社工作的决策科学化、管理现代化和服务便捷化，奏响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时代强音。